完了，我装错了。Oh my god！ 什么鬼啊？嘿，伙计们，你们好，又见面了，我是李玉。今天一起来玩一款恐怖游戏。是的，我们去年玩了 Happy's Hamburger Bar。Happy's Hamburger Bar， Happy's Hamburger Bar， 快乐卑微小汉堡。这次的名字是快乐卑微汉堡农场。之前玩的是前传，背景应该和之前一样啊。我们就是在一家汉堡店打工。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公司的实验，顾客以及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模拟出来的。那这次我来到了汉堡农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独自烹饪太危险，别忘了带上 toy。他们是在给我植入什么模拟芯片吗？这样我的意识就会被他们操控，对吗？哦，看来我到这个他们虚拟世界了。哦 ，Happy Hamburger Farm。首先拿一份面包，底上放的制作塔。嘿，你就是我的顾客吗？你好啊。哇，这个版本的顾客看起来正常一点，不像之前都像 Body 老师一样。哎呦，什么东西？顾客，你掉东西了。好吧，我看错了，在这里。汉堡底，按哪个？哦，这上面吗？哦。这就是对了是吗？叮咚，就是对了。我可以拿调料啊，这都是什么？这是腌黄瓜吗？芝士、洋葱和西红柿，对吧？别着急啊，别着急。芝士，我可以一下拿两个吗？哦，可以拿很多物品了。再拿一份汉堡肉排，烹饪后放到汉堡上。接招吧你！看我这个，哎，什么都没有看到啊，什么都没有看到。来。我需要先往空袋子里放置物品，这次我们要真的像快餐店一样弄出一个空袋子了。哇，哦，这个熟了。哎，等一下，哇，这个糊了，彻底糊了，怎么吃啊？放不上去啊，糊的。 OK， 这是免费赠送的哟。哦，这就做好一个汉堡了。OK， 摇铃，走你。Hello， 哇，这是什么东西啊 ？Happy， 只有当你好好完成工作时 ，Happy 才会开心。这个怪物叫做 Happy 吗？我的顾客怎么突然间变成这个怪物了？弄错订单或者工作失责都会造成违规，而违规会让你遭受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注意，当你移开目光时，它才会移动。如果 Happy 生气了，你得喂它一个用腐肉做成的汉堡。腐肉，我这个烤糊的行吗？意思是说我看着它就不会动，对吗？它真的会动。哎，我这我糊的汉堡哪去了？别跟着我。Hello， 哎哎，我死了，什么鬼啊？哇，这次感觉更完善了。我有自己的房子了哦，看看员工手册。作为快乐小汉堡的一名员工呢，你也是有特权的，但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毕竟经营餐厅是我的全职工作。开心宝小汉堡培训指南，呵呵，关于初次开工呢，有流程和简略的指南。哇，这太专业了吧，还有员工手册的。哦，我特别喜欢这种手册上有图案，你知道吗？加牛肉饼就是开心豪华堡，加一块猪肉饼呢就是脆猪三明治，再加鸡肉呢就是奇幻禽肉堡。但是无论是什么堡，只要是有我在，我就能让它变成川西小汉堡。准时上班，自行解决通勤，上班打卡，及时关灯，接听上级来电。为什么一直有噔噔的声音呢？这是什么声音呢？跟着节奏说话吗？现在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开心的微笑。对呀，我们服务顾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有一个快乐卑微的微笑，因为这个游戏全称叫做快乐卑微小汉堡。是什么小猫？试试把什么东西打开啊，那个字念什么？然后从柜台拿走通讯设备。哦，这是员工宿舍吗？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糖，冰箱里拿出一块糖。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苍蝇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Turn that dreaded commute to work. The white zone is for immediate. It will easily drive through audio paradise. Hi, 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公寓里还有僵尸啊？哦，通讯装置啊。好多口味的，这是麦片吗？薯片。为什么会住在这么奇怪的诡异的公寓里面？怎么样才能出去呢？我们这儿还有贩卖机哎。啊，接下来要去干活了，对吗？什么鬼啊？外面是战场吗？你慢点走啊！你们俩在干嘛呀？好慢点。如果我迟到会发生什么？这老板怎么还威胁人呢？你好啊。哦吧。哇，感觉比前传这个虚拟系统要完善很多了，对吧？我们有了公寓，上班还有一条路。这是我的同事吗？真的是我的同事，他喜欢全熟汉堡包。那我给你做个糊的。哎，我怎么一过这条，这就出现了黑影啊？你好，你是谁呀？哇！这什么东西啊，老板？吉祥物也变了。你好，小牛。他为什么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啊，生命值和能量。哇，好复杂呀！之前只有牛牛，现在有这么多吉祥物了。Get your stinking nets, hooks, and worms out of my face, fisherman. 还有猪猪，你好，猪猪。I'll help you fast, happy old pal. 我不用你帮忙了。哎，你什么时候来的这里啊？他会帮我烤肉吗？我要打卡，对吧？我先逛一下这个工作室。哦，这三文鱼还有一堆什么东西。哇，猪肉堡、鸡肉堡、牛肉堡。这是冷库，这什么意思？炸弹什么鬼啊？天哪，好奇怪呀。找到钥匙或者其他。我发生什么了？这个牛动了吗？没有啊。这个门是通向屋后面的，好吧，结构都了解了。打卡在哪里？这里吗 ？OK。谁吃我的汉堡？垃圾裤兜。招牌灯是这里吗？哦，开张了，开张了！欢迎来吃鲤鱼的秘制小汉堡。订单计时器，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准备啊。希望能帮我点什么。我每种肉饼都能拿一拿吗？物品栏一次只能拿四个呀。哎，哪个是猪肉，哪个是牛肉啊？我需要打开电器设备，这个没工作吗？哦，这大半夜的，这也能来顾客？哦，这样烤箱才会工作呀！天哪，变得好复杂呀！你帮我看着点，别煎糊了。这什么声音啊？
Hello， 你要什么？要鸡肉堡不带生菜的？我没拿鸡肉啊！哎呦，我拿的猪肉跟牛肉。鸡肉堡，鸡肉堡。OK OK。不知道吧？拜拜了呗。哎呀，都糊了！你什么都不干呢？你做点事好吗？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等着我的吗？哎，这鸡肉熟了，正好熟了。汉堡底，然后一二三。哎，不对。客户不要青菜，对吧？不要青菜，一二三四，哦，哎，这样不就成功了一个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这次啊，直接给你，我忘了我要给客户打包的。等一下，哇，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这个汉堡店这么火吗？女士，你看那边是什么？我快，没有人看见吧 ？OK， 我们打包。敲铃对吧？铃铛在什么位置？啊，轻轻松松，要给谁呀？是给你。What？ 发生什么了？还是鸡肉堡不要西红柿啊？看我扔，远不远？你帮点事情吧。哎，它有倒计时的呀，订单有计时，我如果时间不够了会发生什么？每日违规，订单花费时间过长是不可以的。我就想试试会发生什么事情。盖上。又做成了一个汉堡，完了，我装错了。Oh my god！ 什么鬼啊？时间到了，然后我还给错了。You can't run！ 哎呀，你不能跑，并且躲起来。什么东西来了？顾客怎么都走了？别呀，我不就做错了一个吗？我新员工。Oh my god！ Hello。这就是那个恶魔，哎，这是那个牛牛吧 ？Oh my god！ 我要反复按跳跃来逃脱，我怎么样才能逃离他的追杀呢？他一直追着我，哎，我要回家就可以吗？这是什么东西啊 ？Will you survive this dark and dreary night？Oh no, oh no， 腐肉，我要给他吃腐肉，他就会冷静下来，对吧？腐肉在什么地方啊？头，你帮帮我呀！哎呀，我被他吞了。Oh my god， 我要盯着他。哇，这里有成堆的腐肉啊！这怎么了？别动，我进去了。这是腐肉吗？这饼干你吃吗？腐肉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到腐肉。哎呦，我进到这里面了，在这里面你是不是就吃 ？No！ 哎呀，我给你做个汉堡行。哦，看来这个惩罚有点重啊。这什么破店呢？不想干活了。这怎么还有扫地机器人呢？可以放在我这里扫。Oh my god！ 我需要放一块熟肉。哎呦，肉，忘了。啊！丢你，糊了一个。Magic。OK， 包装袋呀，好复杂。敲铃，先生，您的超级喷射汉堡来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哦，我看错了，是猪肉堡，怎么突然又变猪肉了？这很不好啊，时间又要到了。我听到惨叫是什么鬼啊？猪肉堡怎么掉地上了呀？为什么这个猪肉堡？哎，我相机，哎呀我，为什么它会叫啊？这个肉。不要啊！不要乱动啊！好恐怖呀！这是对我的惩罚吗？快点呐，还有57秒啊！我要不要再拿一块啊？哦，这块也会熟的。天哪，顾客没有看到吧？没关系，顾客您吃的是一块熟的。哦，我的妈呀！快装袋摇铃。OK， 这次应该对了吧？
哇，好诡异的店呢，我不想干了，老板。又要牛肉堡了，不要生菜。天哪，这么长的队伍，这么火吗？我家店啊，这次熟了，这次熟了。OK， 妈妈 ，baby。呜、哦。您的豪华牛肉堡，接好，祝你成为真正的喷射战士。嘿，笑一下，他都不瞅我。你别乐了，门要关好啊！我一直开着手电筒呢，我关了吧。豪华堡，这里。呜、哦，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做得好。哦，我可以回家了是吗？这什么东西啊 ？Hello？What？是干嘛的？你好，消失了！哇，这什么东西啊？奇形种！算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这里好恐怖啊 ！A woodland compound? You're talking crazy, man. We left the barn to like escape. 怀疑这些布偶里面藏了个人呢。哇，这就赚了$34吗？快走，快走，我们有车之类的吗？哪边是回家的路呢？啊、哦，他也会跟着我的，我跟着你就好了，对吗？嗯，回家。伙计，你为什么一直不回你自己屋啊？老盯着我干什么？哇，你不会是老板来监视我的吧？啊，终于回到家可以放松一下了，离开了那个该死的鬼地方，这叫睡觉吗？哦，别把肉放在外面太久会变质的。哦，所以我把肉拿出来就会变成腐肉吗？我醒来了，又是第二天了。这电视放的东西都很可怕呀，感觉。哦，现在可以加这个阳台的代币了，我可以用它升级餐厅。直升机没有了。Hey kid.We got a doozy for you today. 不想要新玩意儿。Not only are you going to be manning the deep fryer for fries and nugs, but you're also going to be serving drinks from the shake machine and the soft drink machine. So grab a bag, throw it in the fryer, or grab a cup and throw it under the nozzle. We've made it almost automatic for you. With any luck, we can get robots. 奶昔在这里。我怎么开灯啊？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老板，加项目加不加工资啊？哎，不对不对，先把烤炉打开啊！我只有在上班时候才可以开电器，好吧？噔噔，这个东西是不是动了？啊？什么东西在窗户外面？就那个爬行的东西啊，什么时候 ？Hello， 你要什么？快点说好吗？嘿，哦，要这么多东西啊！时间还是不变。Oh my god， 鸡肉堡不要生菜，薯条，三文鱼块，软饮料。Oh my god， 鸡肉堡，鸡肉堡，先拿出块肉放到那个地上，看能不能变成腐肉啊，省得那个。恶魔奶牛来的时候，我能对付一下。Oh my god！ 你就一点忙都不帮啊 ？OK， 然后软饮料就是汽水，汽水在哪里？这里吗？杯子呢？杯子，我要杯子吗？杯子，哇，好真实啊！哪个？我怎么才能接呀？我怎么才能接呀？哦哦哦哦哦！音乐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糊了，糊了！这扫地机器人怎么也上这儿来？顾客给你个扫地机器人。还有18秒啊，18秒！三文鱼块在什么位置？三文鱼块，三文鱼块，没关系，一开始不熟练嘛，我们熟悉一下就好。需要在这里炸吗？薯条又可以弄，怎么样才是好了呢？鸡肉堡，鸡肉堡。我。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我需要打开电器设备，谁给我关了？有东西搞怪吗？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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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灯什么时候关的？没反应，打手电筒吧。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不要西红柿的猪肉包。现在猪肉包，这个猪肉怎么又会跑啊？啊！都会跑啊！你们老实点、啊。完了完了。那个猪肉呢 ？OK，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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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变成腐肉了，感觉样子。工作结束了。天哪！不过我能量显示就剩两格了，我要补充一下能量啊。两格能量。怎么还有小牛玩具啊？营养又美味，开心棒，我是要吃这个吗？每次买一个只补一格吗？这马桶怎么都这个样子了？走吧。哦，这个人偶为什么又到外面了 ？Hello。Will you survive this dark and dreary night? Oh my god！ 我离你远点吧。离开前不要忘记打卡。哎呀，下班也要打卡，还忘了。我休息一下，是不是能量就回满了？这是万圣节主题吗？哇，你怎么站在墙角啊？干嘛呢？嗯，能量果然回了好多呀。走吧，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什么声音啊？这地方怎么着火了 ？Hello？又给我添新活，要烤饼干了啊！第三天的营业了，我这是反光啊，吓我一跳。哎，不对呀，这个反光好奇怪呀。这大叔 ，OK， 饼干什么的是放烤箱里面是吧？哇，他果然要甜点、薯条，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饼干好了是吗 ？OK， cookie。谁关的灯啊？门怎么开了 ？Hi， 他怎么现在就出现了呢？怎么还有残影的 ？Oh my god！ 你要干什么？我得准备几块腐肉了。不要啊！不要现在就搞我！放地上就会变成腐肉。哎，我东西呢？我东西呢？装没装里面？三文鱼块呀、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不对吗？我忘装什么了？完了，我之前的东西全白弄了。这，你就不能把那个错误的还给我吗？牛肉堡。完了，零零零，好货，来了。不要突然这样出现吓我好吗？我不敢碰它呀。你在我旁边看我怎么制作汉堡吧。Oh my god！还要什么饼干啊？哎，不对，我刚才给错了。OK， 八秒。哦 ，Yes， 不对呀、啊，我不给对了吗？腐肉在哪里？腐肉在地上。我必须要做这个。他在哪儿？我必须盯着他。
我必须要打开电力。有个人在这跑吗？这是，哇哇哇哇！有个透明的人在这跑来跑去，看到没有？我的烤箱，腐肉烤不了吗？所以说我直接给他做就可以了。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我走路好慢的，没有能量了。Hi， 这块肉坏了，它会瞬移啊，这怎么搞啊？喂它邪恶料理吗？直接喂它腐肉呢？你好。我逃跑怎么样？我有个主意，我要逃跑。哎 ，Oh my god，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跑快点，跑快点！在哪儿，在哪儿？完了，完了，完了！他不让我走啊，我是不是要打卡呀？OK， 哦，我怎么退出会显示蓝屏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卑微汉堡农场就先玩到这里吧。哦，它这次增加了好多内容啊，而且时间会随着游戏的进度越来越紧迫，越来越紧迫。我们店里那个吉祥物牛变成了那个样子吗？还是什么生物啊？那是。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鱼，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